这么多债主，哪儿着了？来，赶紧，谢谢吧，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，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。好，好啊，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嗯，好不要脸啊，要上来就要掌声，不要脸，这是宜春朋友对我的厚爱呀、啊。谢谢吧，谢谢。朋友们真是太客气了。行，这来到了宜春，这会的礼节不少啊。哎，张嬷嬷，您、哎、别把我副业带出来啊。还有副业。朋友们啊，高兴。哎，我更高兴。为什么？我说相声到明年就20年了哟，那是我头一次来到宜春，哎，我心情特别的激动，也很感慨。是吗？我万万没有想到宜春的观众也认识张万莲。是吗？哎呦呦呦呦！哎呦，这个事儿可不能别往心里去。什么叫可不能别往心里去？张万莲呀，副总，这都是我相声的作品啊，对啊，但是这不是真的。他希望是真的，你们也可以当真，是吧？嗯，这个倒不重要。包括这刚才叫来着了呀，张万莲，这都是我古曲社给自己创造的人设，这都是。对啊，我说我师娘收的徒弟都是晚字，哎，我也来个晚字，嗯，我来个晚莲。您这晚莲太丧气。那合适啊，我跟我师娘学习的是白派京韵。不是，那是白派京韵，不是白事儿京韵。反正白派京韵都特别悲啊！每次我一听白派京韵，就是我师娘王慧董事长唱的白派京韵，怎么样？每次一听我都会流下眼泪，还哭呢。嗯，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 sexy， 道理。所以 sexy 啊，那叫 sexy，sexy 是性感，那 sexy 感性。感性，他是敢说的。我很 sexy 啊，少哭吧，很感性。所以说这个相声呢，我也演，古曲社有演出我也去。嗯，我主打就是一个什么钱都挣啊。对，因为这相声大会嘛，来到咱们这宜春啊，这一道走了得有5-6站。是啊，你包括前2天我们还跟郭老师，我师傅啊，在南京，我师傅专场，我给住了个演。对啊，你们从网上都看见了吧？没错，两边话筒没声音是吧？哎，你看这么花这么多钱，他那两边都没声音。你看我们今天多好，两边都能听见吧？所以下次就买相声啊，真听不见，听不见是吧？下回啊，好，哎啊，尿尿在外边啊。退票不可能，对吧？你看今天这观众来的，两边都听得见，场馆的条件也好，对吧？你包括给我师傅演出，1880一张门票，可不少，一个观众1880。嗯，今天的观众头一排，咱多少钱？380，3000，20000，你花20000看我，大哥是不是洗钱？我要查查你了啊！我没法给你开票啊！花20000看张鹤琴，我都替你冤得慌，知道吗？您380看我说一段，嗯，上我师傅那南京五台山体育馆1880，我也说一段，嗯，今天的观众闭着眼就省了1500块钱，哟嘿，这账都算上来了，1500和380一样，看我说一段。是这账头不是？哎，没有什么区别嘛。啊，也就是没有郭老师，是吧？对，差就差这1500，没有郭老师。当然不重要，不重要啊。哎，我们很卖力气，演出的效果是一样的。哎，这对吧？哎，虽然我们没有郭老师，但是没有郭老师的师叔，有谢爷爷。
啊，谢金，谢金老师那个艺术造诣也是非常的，那个东西。等会儿，什么意思？非常的，这什么意思？嘴里有根头发，赶上了，赶上谢金这艺术。下回别这样。别吃口，你这病好不了，不忌口啊。谢老师的艺术也是非常好的啊！你刚才这二位，这个刘鹤春、关鹤白，对，这是我们两个老师哥，是说的也非常好，稳稳当当。嗯，传统作品，哎，人家也不是说照本宣科，嗯，进行改编了，哎，把传统节目当中肮脏的东西拿掉，好，加入更肮脏的东西。那前面的脏的拿着干嘛呢？不好不好，不喜欢。哦，不喜欢脏。哎，就让他们累了下去休息歇会儿啊。当然，那传统的作品呢，我们是要改成新的。对，你要有时代性啊。没错啊，相声四门功课：说、学、逗、唱啊，这是基础啊。刚才那个主要是说，嗯，用嘴把您逗乐了。是，还有学呢。哦，学的范畴很广。对，具体到我个人。学唱还是比较见长。您是学唱哪个呀？唱歌啊。哦，歌曲。哎，对了，我唱歌，我会的歌多呀，朋友们。是是是，我会的歌多到什么程度啊？什么程度？你说什么我唱，我说说什么你就能唱。对了，真的吗？是的。行，唱个山。南山南，北秋北。南山有你的骨灰。我告诉你，有你的骨灰。南山爷爷，我不跟你合葬啊！我还不跟你合葬。你这样你火化不了，你费油知道吗？费你直接你让咱这湘西赶尸给你赶走就完了。我们这贴一条，哎，僧人。跳回北京，这谁啊？不爱搭理你，还是呢？是江西，我知道江西。你也跳回去？我跳哪儿去？我什么乱七八糟？行吧，唱海，海，哎，情，海哭的声音，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，被气到天明。写封信给我，当作最后约定，做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这个比那赶尸强多了。刚才我也没说这是湘西，是吧？是他说的，我没说湘西。你说那在湘西，是我说那是。行了行，我给你运到湘西，你自己跳回去。行，这回合理了吗？姐姐，是不是严谨啊？我的哎，宜春的观众最严谨。张汉成，先拿车给你运到湘西，然后找一个那送任回避，跳回北京，这回行了吧？张汉成，知道为什么票价差1500吗？哦，就是因为就差在这儿。哦，哎，这1500人家买书了，知道吧？你唱唱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看这就不，这他不说对不对，是吧？他都答应。放心，这阵儿他把湘西那事儿他又忘了，他这儿。哎，他又不说我不是你的妈妈，他哎。你看啊，你这是喊凶。他喊我都没听见，你再来一遍。你也是，你把那喊湘西那劲儿拿出来呀！拿出来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我也没听见。我跟你说，这不赖人家啊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这回你们这边的朋友，你们干嘛呢？你们也买票了，对不对？享受同等的待遇。亲爱的这边的爸爸妈妈。你们等一会儿，后边的朋友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有人，你看还给我晃手机呢。有人，再来一个，你试试。亲爱的，后边的爸爸妈妈。
妈，你们好吗？好。最近工作都挺忙吧？不忙，怎么听儿子唱歌呢？身体一定都挺好的。好。我现在江西，江西啊。哟，那不是早学的地理吗？不是，我现在江西，不是湘西，宜春演出，感觉还是挺好的。演出的效果有的时候也是挺棒的。哦，美中不足就是有一个缺点呢。什么呀？旁边总是站个傻子。辞职。你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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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说话吗？什么唱？会唱歌吗？你旁边还站个傻子呢。赶紧给他叫一车，给叫了到骑驴，让他去湘西贴个条给他跳回去。这是江西，不是江西。是。哎呀，行，您这东西你得好研究，研究这、啊、当然了，这个具体这地名啊弄不太清楚，这不是说您说我给咱挑，虽然我没毛病，但是您挑出来了，我觉得非常好。别解释了啊，这样好多朋友觉得会有误会，就是没上过学啊，这是一方面，是吧？你说相声，你上学干什么呢？对吧？你有文化，你就要脸，你说相声要脸，能说相声吗？那还真说实话，对吧？你说相声，德云社说相声有文化吗？也不是没有，这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。有限不是这意思，知道吗？啊，没有文化是德云社的企业文化。这叫什么企业文化呀？没有什么文化。因为他是没有文化，他才坏。他不论是好孩子，干不了这个，就无知者无畏呗，是这意思吗？也有时候也得让人往嘴里喂，自己都不会吃。这都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第一是因为没有文化。啊，其次呢，我对这个国内的地名有的时候拿捏不太好，对中国话发音不太准确了，有的时候让观众误会了。这是因为我长期不在国内待着。哦，哎，虽然我是中国人，到哪咱都是中国人啊，咱都是中国人，很骄傲啊。但是我长期不在国内，那您跟他们说那个鸟语，他呀，什么叫鸟语？是那个外语。这英文说英文啊，就是我这个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啊，这有点历史问题。什么历史？其实我说相声之前我不说相声。这句就是废话。你看我说我中国这词组我编排不明白吧，是吧？我说相声之前我不说相声。那您？我是唱京剧，国粹。哎，那位朋友又问了。哪位问了？你问呀，你问，不是你等会儿锁麟囊，你等会儿你锁不住了，现在你问呢？为什么呀？问该他互动他不互动，湘西那劲儿拿出来呀！你冲我干嘛呢？你真是，哎，说到哪儿忘了吧？忘了吧？哎，给他辆车拉到湘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唱戏，我是唱京剧的。哦，为什么说唱京剧在国外？您在。我师父，我唱京剧的师父，落在国外了。你唱京剧的师父是个鸟，落户了，啊，在那儿定居了，弄户口了，在那儿，啊，对了，要定居了，对，定了，在那儿定了，啊，定了，哎，这跟相声的师父两码事，回事儿啊，哎？他当时国内有四大须生，知道吗？马谈西洋。对了，我师父第五大须生，啊。马谈西洋都谁？这马知道是马连良、谭富英、西孝伯、杨树林，四大须生。别四大须生了，别，就仨人拿一个包就出门了。杨树林像话吗？圣罗兰圣爷吗？没听说过。圣罗兰的杨宝森先生，杨哪个森？森林的森啊，森林里有什么呀？树林吗？早知道我说麻雀了啊，就是杨
杨宝森先生，我师父跟他们这个名齐名，嚯，齐名，甚至比他们还好，不了得。后来让这四个老帮菜，这什么话这叫？这是什么话？我师父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让那四个老帮菜排挤了，哦，排挤到边境那边，哎呦，排挤到闹到美国。嚯，您这边境线够大的啊！边境那边是美国，啊，从太平洋游过去的。哥们儿，这中间还跨着一太平洋呢，是的嘛，环太平洋嘛，啊，现在一开始是挤兑到南非，啊，后来是让豹啊追到太平洋，落到美国，啊，这个因为我师傅唱的好啊，排挤他们，哦，排挤他们，我师傅把那个能耐都交给我了。都交给你，我就跟你说，别说他们四个跟我师父比，要就这四位跟我要是赶上同一个时代，怎么样？朋友们不说别的，嗯，哎，就我活着的时候，那我要跟他，哎，就我活着那，您先别说，我说他老提这赶尸的，你是不是从那边赶过来的？我什么叫你活着的时候？我是从剩下边赶过来的，你这保持的不错，你这是。啊，还热乎呢！欧莱雅，欧莱雅干嘛的？不是，那叫什么？什么叫我活着的？啊，不，赶上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啊，就跟您同时代，跟我同朝同代，啊，没有四大徐生的，没有了，都得死。他没有四大徐生的概念，一大徐生，一大徐生，就留着我徐。哦，谁也不能虚，就我虚，我到哪儿唱戏都有虚声，这都是对我的爱呀。说的是哪个虚声？这虚，您要这么有能耐，嗯，这么着得了啊！今天咱们来到了美丽的宜春，嗯，让大伙儿鼓鼓掌，咱俩给大伙儿唱一回，怎么样？好，好的，各位，来，这样我谦虚点，不敢说唱。我在这儿跟您学一出，学我就教你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我唱戏多贵？跟我唱戏，知道那票价就不是380了。您这破玩意儿，那是800美金，多少钱？800美金。哼，知道吗？因为我是在国外唱，我跟你们说了吗？我在国外唱，不在咱江西，在新泽西唱。New Jersey， 哎，在新泽西唱，新泽西有个网，唱完就给我网，就给我网住了。哎，对，新泽在新泽西那边，德州，美国德州，知道吗？德克萨斯，哎，德克萨斯，哎，在那边唱，知道吗？我美国巡演，他们都冠名，那边差不少的，我冠名跟这个冠名，哦，800万一出给我，他们卖多少钱跟我没关系。啊，就给您就800万，对，800万。哪出戏您这么厉害？我自己创作改编的，我弘扬民族艺术《弘扬洞》，弘扬民族艺术就《弘扬洞》，我改编的《弘扬洞》，这还用您改编呀？传统老戏呀，什么意思？杨六郎派孟良去北国到老令公的骸骨，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焦赞在后边悄悄地跟着他。孟良正盗骨呢，焦赞跟他开玩笑，喊了一声拿奸细，孟良也没看，一斧子把自己好朋友劈死在弘扬洞。这一看把自己好朋友劈死了，自己也自刎弘扬洞。消息传回去以后，杨六郎得知，急火攻心，暴病而亡，也死了。这出戏又叫三清归位，也叫三义宾天，传统老戏。啊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都睡一觉了。有意思，有意思吗，朋友们？有意思吗？啊，就这玩意儿卖人380一张，300多给你，知道吗？就给你八，哪儿你骂他呀？哎，这事儿用你的时候，那湘西想起纠正我来了。有劲吗？全死了，还得弄车往湘西弄，赶回去。老戏不是的，不能这么办，老戏不全死了。刚才都听见了吧？孟良、焦赞、杨九郎全死了。谁？杨九郎干嘛呀？别别，没有杨九郎啊。六，我说呢，九，解三郎。
就全死了。哦，我这不是您呢，经过我的改编，要不然人家能投800万。哦，那外国人注资了，行，800万我就改了，全活了，全活了。盗骨偷东西，哎呦，偷那老令公的骸骨啊！你这死的，我这偷回来了。哦，偷回来，佘太君一高兴，搬酒。这佘太君有点太没心没肺。白酒席，自助餐。嚯，哎，红酒、白酒、拉菲，啊，那会儿叫拉菲啊。喝，葡萄酒喝。哎呦，啊，茅台，中华，嘿，发起。哎，孟良敲赞有功，一人发俩大美女，找网红啊。尤其这交赞好这个，知道吗？啊，这边皮肉。这边三上优雅，有，哎，很优雅，哎，啊，这抖音上这些同志们，你了解的够细的。那当然了，咱得选角啊。哦，我是副导演，我负责选角啊。副导演都给弄来，嗯、哎，交赞，我给你们点赞，优赞雅，嘿，800万一出，演去呀、啊，嗯，我得有人啊，啊，我得有人跟我演呀、啊。我想找前两天我跟我师傅演出去，我想让我师傅跟我去。哦，啊，他来给交赞。啊，我师傅又喜欢这个。哎，喜欢京剧。啊，喜欢京剧。这京剧那俩字带出来。啊，他喜欢京剧。后来他档期配不上，有他得录这个德云逗笑社啊，是，他去不了。嗯，他去不了，我说找岳云鹏吧。找谁？交赞得是那小胖子。行，胖子。别，找岳云鹏，岳云鹏哪儿去？长得就不行，不行，长得跟个大屁股脸似的。你还有脸说人家？什么意思？你让大伙看看，你是那边儿，我是哪边儿？我得找岳云鹏，不行，找岳云鹏的平替呀。啊，平替，就平能代替。平替，找我就行。你怎么就行？我不是那边儿。不是你那意思，你要跟我挣这，我800万。我为弘扬民族艺术，你会唱弘扬颂吗？我会呀、啊。你跟我去，跟您，我跟您学呀、啊。你是为这个？我不为这个，我刚才这街头演出活动一样。行，那咱在这儿排练，我跟着您来。跟我挣那800万，没问题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咱开始啊。拿这个扇子，这个当马鞭啊，这是马鞭儿。马京剧唱出来有马，打马扬鞭，马鞭吗？是。来，开始。哎，拿嘴打架。啊，快成锤，前后抬来啊！桌子咱就不动了，是啊，一会儿人还得往回抬，对，咱没有必要。齁累，这个是前台，哦，那个是后台，哦，这后台这边上上门，一上这边下上门，一上行行，好吗？啊，我跟着您走，跟着我走，好嘞，打快成锤啊！是。
谁听？江滩不，我先唱。我先唱啊！哎，换脸要紧那身啊，侦探不过走一程。俺啊，大花脸呐、啊，你不要脸的。你这应该俺摸摸两，我这俺教我在。我你，咱俩干嘛去？偷东西有报自己名字的吗？我问问你，行不更名，坐不干是偷东西，你都 AI 都换完脸了，都不是一个人了，换脸了，改名啊，改名，我大花脸了。哦，您都大花脸，对，笼统的说，对了，我大花脸呢。那这我应该怎么唱？不前台后边问题。他也不精，行，优雅那都不重要，有八百万也不是这，他倒。
看明白了是吧？你的我，你说你认可，你认可，你不能说认可了。我懂，你得带点状态，还得带点状。你的心理活动是这样，什么心理活动？头八年你就想认我当爸爸，我看不上你。我看了不上，今天我高兴，欧洲杯我赢了，嘿，我痛快。你说的时候，我同意了，我同意了。某道士认可的很呐，呼呼哈哈哈哈！啊，就头八年我就想给你当儿子，哎，你还得看不上，哎，然后结果欧洲杯你买球赢了，哎，然后也同意了，高兴了，我还得特别高兴，嗯、一拍胸口，横打鼻梁、嗯，某道士乐意的很呐，呼呼哈哈哈！认可啊，认可，我是浪吹的嘛，八百万优赞呀。这盯着呢，绝对行吗？咱从头来一遍，头来一遍，咱就为了这个艺术的完整性。来来来。
那伙计早就来了，我后来问你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是你爷爷的儿子，你可乐意是何意？